今仔要来开箱这项物件，搁乌白买啊，连续三天拢咧买。对，这啥物我嘛爱开，伊较知啥物物啊，是几啥物啊？好，你嘛来开。再搞开箱。这个开箱爱用这個、金铜力开箱刀。最近拢咧买物件。咧败家。这拢俗啦，无偌济，啊，拢买有需要的啦。前两天啊，第一个买真济哦，买一个啥？那叫啥物啊？啥物路器？路由器。路由器啦。搁买一个迄种监视器，监视器搁袂歹用嘞。啊，这啦，简单讲，这应该是啥物测量电瓶的啦，那牛电池的迄种寿命好啊歹啊。你要这个创啥？你也不要滴啊，我也不要创啥。这牛呢啊，这足简单啦。这新营汽车头家，吼、哦，嘉兴哥介绍的，伊讲伊是冇买过一摆，伫因厝咧用。好，即马甲开看卖啊，内底生做安怎？我唔知晓用未，唔知刚好用。你这机械白痴，你会晓吗？那中文的是应该是会晓啦，但是这应该是大陆的。开电动玩具啊！开机是对一粒，这粒的款，先来试看卖。咦，这毋是爱电池无吼？大家问看卖啊。电池也热死啊！好，那下来试看卖。刚刚掌上型玩具诶。系啊。